看我教你们数学课，我龙你们已经放假很久啊，很久没有来学校了。现在我教给你们数学。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。错，是几毫米？耶！一加一等于几米？一加一等于几毫米？比较简单一题，我教你们。我问你们，2+2等于多少？几毫米？错，是四。最后一题，如果你们再答错了，我真的不要教你们了。你们这种程度，真的是。不可以再教你们了。3+3等于多少？3+3。6。错。是33。Thank you.